不知道到底自己写什么。然后呢，尽可能多写一些注解，像我这个注解都写了2、3个字啦，所以你那个注解，如果你初学者，尽量多花一点时间在注解上面，这个倒是蛮建议的。啊，另外的话，这上面的这些，比如说这个格式我贴上来之后其实我这边它会自动帮我改成这样的样式主要就是我之前把它贴上去黑白的，后来我发现这样不对，贴上去，而且我要每一行都去换颜色的话，那可能会换到吐血。比如说像这个要绿色啊，这个要紫色，这个要什么呢？啊，为什么可以这么快换这边提供给各位参考，上面有个外挂，外挂里面有一个叫 Property， 一个叫 Format Selection。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把某一段程式码给各位的时候，我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我去网络上随便找的，我就是在那个外挂里面找那个 call 什么什么的。那比如说我要给各位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它先贴上，它里面变这样，对不对然后把这一段把它选起来，对不对然后 call pretty 这边有个 format selection， 按下去底下有执行中，它就自动帮我怎么样格式化好了。OK， 这功能还蛮棒的，因为我很多课程都可以自动帮我格式化。那我给你们，你们也看得比较舒服。不然我贴上去变黑白或者变那个单一颜色，你们看起来也很痛苦了啊，另外也顺便就是说，给各位正确的观念，一定要说牌，一定要加注解。OK， 即便到我这样的一个level 的时候，我还是一定不会忘记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撰写程式的最基本。如果你这些都没有做到的话啦，其实囫囵吞枣急着要赶快做出东西，都其实不是好的那个就是那个写作的习惯。我宁可啦，我慢慢来没关系，但也不要说一下子想要学很多其实大概一两个，每天在一两个累积。你大概慢慢就会有感觉了 ，OK 啊，但是就是不能够急躁，因为我一直强调这种东西绝对不可能速成的这种其实是一种素养，很多东西素养是没办法短时间达成的，像这种程式撰写的素养需要一点点时间，OK， 像资讯素养也是啊，你们自己的专业，你有你们的素养嘛 ，OK 好。那其他要简化，还有就是说，防止按钮因筛选而变形，这个应该没问题啦如果下一次你按钮变形的话，你就记得这个把它改成什么大小位置不要随匆匆的改变，然后再来就3个旁呆啦如果还有4个5个，其实自己再加上去，再来就总价，再来就日期那再来就删除那个启动的时候自动删掉。其他还有多条件，比如说你要查的，除了说产业别，比如说那个小咪，而且它是金融业比如说跨2个栏位或者2个栏位以上的话，那你就其实好像也没改什么了，就是多一个什么，一个2个，所以特别注意啦，就是筛选2次，如果3个就3次，4个就4次，有没有？那你这样子，查询，我想这已经非常够了。以前那个做查询系统也没做这么细的啦。OK。然后呢，甚至你可以怎么样呢？这个我是做一个表单的我这个表单可能需要点时间。然后再来就是说呢甚至你这个 sub 比如说筛选业务、筛选产业别、筛选产品，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变成一个？